个提示，请看五秒，来了。树，跟树有关的人事物是什么？第二个提示，再看十秒。博朗大道。啊！好快啊！哎，大家不一定对，不一定对。答案是金城武。金城武答对了吗？恭喜各位！刘书鸿，你收集了不少男神的一些相关资讯。因为本身身为一个男神，身边的一些男神新闻，我自己需要懂一下，因为怕我之后也可能要去博朗大道拍广告，对，拍戏，所以我这一方面的功课要做得很足。刘书鸿准备就位，九宫格攻略赛。刘书鸿同学，醒悟科技大学气管系毕业。是，我们因为他呢，我们要看一下呢，跟你们可能有关系的东西。我说可能，是，哦，希望他是你上进的力量。请开门，梦幻大奖都在门里面，一万、三万的、五万的、十万的，这些门槛清清楚楚，智慧家电在那边全部都有。哇，最精彩的当然是我们的最新的 Switch， 看到没有？好。量身打造的另外一个，除了你喜欢的礼物之外，当然就是你的期待的题目。题目请公布。刘书鸿的九宫格攻略赛，题型分别有：水饺发明跟你家卖的东西有关，水饺嘛，是吧？会计缘起你考过但没过。亚军密码这个听说跟你的女朋友有关系。风星座你有了解？同志月你有演过？是。NBA 球员喜欢看，特爱手表迷你很喜欢，喜欢对不对？七龙珠你很爱，也爱整个哦，很幼稚，很好，整个结合就是一个没有，就是幼稚，是可爱啊，可爱可爱。五分钟准备倒数，第一题选择的是 NBA 球员好了。你的身高也打过篮球，我想以前都是算是校队，但是都一直坐板凳，因为教练觉得以我的长相可以吸引更多的球员跟学生进来我们的社团。真的，以前教练不抄我的。哎，中你来了，那你就在那边看大家在那边练球。这好会讲。我其实算是球，你是有残障手册吗？不是，我算是球队的公关，因为教练觉得我这样的长相跟颜值可以吸引看板人物。对，但是球技一般般。球技是一般般。对，球技靠身材呢，能够吃一些个矮的。对对对吧？对，吸引更多一些学弟妹会入场看我们比赛打球。哇哦！对 ，NBA 球员会考什么题？准备倒数，请出题。NBA 里除了美国本土球员外，历代哪个国家拥有最多的 NBA 球员 ？A. 西班牙 ，B. 加拿大 ，C. 克罗埃西亚。这个太简单了。对，我的答案是加拿大。那请锁定。胡扯。加拿大了。今年冠军是哪一个队伍？你知道？陈哥。暴龙啊。暴龙是哪个国家？加拿大，所以呢？加拿大。暴龙打了几年了，几十年第一次拿冠军的，没有，不是，是因为我很多亲戚都住加拿大，而且他身边的同学很多老外的梦想都是希望可以去打 NBA。多讲一点，你快走了，多讲一点。好可怕，好可怕，加拿大啦，真的啦，其他 A 跟 C 都是踢足球的。六分他答对了举手，六分他答对了举手，太不相信我吧？我记得他们来，请揭晓。哇，好重，要对了。是不是？是不是？答对了，陈哥也知道。好，在 NBA 当中呢，当然现役球员最多的还是美国本土的球员，不过第二多就是加拿大的球员，总共有13名，就是在现役的这些球员当中哦。那么从历来呢数到现在呢，其实 NBA 里头的加拿大球员就有30多名，最有名的当然是 Steve Nash。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啊，这个男篮世界杯的比赛在中国大陆举行的时候呢，加拿大的阵容也是非常的梦幻，一字排开有5个 NBA 的球星，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加拿大的篮球产业发展也相当蓬勃。我不会再指责你，很抱歉，我对你很抱歉，请你相信我。请你选第二题。那我就来一个水饺好了。是水饺发明吗？是 OK， 好的。4分36秒，好，为您进行第二题，来请出。我们常说的饺子是哪一种人发明的 ？A. 将军 ，B. 医生 ，C.
C 乞丐。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快没时间了。B， 我的答案是 B。医生，请锁定。医生，你猜的。乞丐一定吃馒头嘛？对，一定是馒头。乞丐吃馒头，要么乞丐吃剩饭嘛？哪有肉吃？这不可能。对啊，还要自己擀面皮，那不太可能。这 A B C D B 最有闲情逸致来包饺子了，就医生。对啊，就医生发明饺子，将军都是大鱼大肉嘛，对不对？哇，科学办案太好了，真的太棒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好了，就 B 了。太好了 ，B 医生，他的答案是医生，请揭晓。长个子，长个子又长脑子，哇，真不得了！所以我这出演艺圈可能有耽误到我的意思。我知道，我晓得，我晓得了。连我告到刚五分钟前，我对你还是 Oh my God， 你说这个人，你知道？但现在不会，谢谢，不会。我们听一下解释好了，好不好？好，来，上华。好的，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啊。在东汉末年呢，有一位医师叫张仲景，他是长沙的太守，因为这个地方啊瘟疫肆虐，而且呢很多百姓都饥寒交迫，常常冻到都已经耳朵都烂掉了。这个时候汉人非常不舍，就想要用他的医师专业来帮助这些百姓，所以呢他就在城墙这边架起了一只大锅，在这个锅子里头呢放了一些碎羊肉啊，还有一些可以驱寒的中药材以及辣椒，在这大锅里头炖煮之后呢，那因为想要让这东西看起来好吃一些，所以他就用面皮把它对折包起来，把这个东西取叫驱寒焦耳汤，那就发给所有的这个里头的民众，一人一碗汤，里头有两只焦耳。结果民众吃了之后呢，果然手脚都温暖起来，耳朵也都已经温暖起来，所以呢就成功的驱寒，也帮助他们治疗疾病。所以呢后来这个焦耳就变成了饺子的由来。你真的太棒了，一万已经在门口了啊！真的，好不好？再选第三题。亚军密码好，选得好，那就是亚军密码。你有一个相交多年的女朋友，相交多年，谁？哦，他现在没有女朋友，其实你是没有女朋友的。不要生气，我不会生气，我已经揣测。对，乱道听途说，因为现在还是以工作为重心。当然，工作人员。对，亚军密码，来，4分16秒喽，请出题。根据调查，网友最常用的密码冠军为12345，那亚军是 A 11111 ，B password，C I love you。哦，啊，不担心，你怎么选都是对的。我的答案是 B。啊，请锁定 B 吧，认为是 B 的举手。有一个，怎么可能？我觉得这 password 是这个，我觉得 B 对不对？好像应该是 A， 一都是一的举手。好暗吗？对，好暗。四个，因为一一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没有，因为我之前有设一个一一一，我忘了是到底是6个1还是8个1还是9个1，最后直接封锁了，所以一一不太可能。请揭晓。你拿到了 ，Oh my god！ 对，好强好强！刘书鸿，你发达了你！我决定，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这部戏杀青之后，我要好好读书，我要去进修。好，有一个网络安全的密码公司，每一年都会做调查，结果发现呢，前两名已经蝉联了6年，都是这两组密码。第一个就是12345，是最多人设的；第二名就是 password， 那第三名呢是12345689，感觉大家都很懒哦，反正就是12345六一直往上按上去。那么第四名呢，是12345678，再来是12345，第六名呢才是6个1，而第十名就是我们刚刚选项里头也有的 I love you， 但是呢，这个公司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的密码呢基本上有进入前25名最常见的密码，建议你要赶快换掉喽，不然呢，这样子不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目前得到智慧金币10000元。第四组，让我们骄傲一下，就七龙珠哎，七龙珠，请坐定。
《七龙珠》的主角孙悟空的赛亚人名，其命名由来其实是参考了哪一个蔬菜？A. 胡萝卜 ，B. 牛蒡 ，C. 花椰菜。3分15秒了，快点，快来不及了。我的答案是 B， 牛蒡，请锁定。 苏红再见的苏红，真的，你知道答案？我知道答案，我非常肯定。答案什么？一定是胡萝卜，因为超爱七龙珠，一定是胡萝卜。我有证明吗？有证据吗？一定是胡萝卜。孙悟空，孙悟空，我跟他讲，我有看过，真的假的？啊，是因为颜色？他穿衣服的颜色？没有，他就是悟空跟达尔都是用那个水果跟蔬菜命名的。 贝吉塔也是用蔬菜命名的，卡卡罗特也是，好像日文翻译是胡萝卜的意思，应该是胡萝卜啊。卡卡罗特，对 ，carrot， 对 ，卡卡罗特 ，卡卡罗特的时候，啊，啊，すごいね，啊，すごいね，还有啊，就是啊，他们就是的时候，啊，特别他性急，他性急，卡卡罗特的时候，哎，卡卡罗特的，卡卡罗特是胡萝卜的时候，牛蒡萝卜，萝卜的时候，波浪叫萝卜的。 真的假的啦？真的，我看过，我这么笨，我不可能会肯定的。什么？不可能会肯定？这什么国语？我刚前面三题完全无上场。好，请揭晓。 真的是胡萝卜。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赛亚，它其实也有意义在里头的哦。这个赛亚倒过来，亚赛就是日本的蔬菜的意思。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悟空啊，他在赛亚人里头的名字呢，叫做卡卡罗特，那他就是 carrot 胡萝卜，它的日文的发音。而另外呢，里面还有一个叫贝吉塔的这个赛亚人王子呢，他的名字其实就是 vegetable 的缩写，所以其实都是跟蔬菜有关系。 但是你拿到奖品了，这奖品应该就是我们当时出来的游戏机吧？那很棒，是吧？他拿到什么奖品？上网购查。哇，厉害！恭喜朱红得到的是展机国际 Switch 游戏机，以及三用以及创新的 Joy-Con 手把设计，而且呢，里头还有超级马里奥创作家2，加入了全新的游戏内容，有100多个故事模式关卡，让玩家可以有更多选择。恭喜刘志宏！ 第一个出来就得到这么好的奖，非常的好。来进入我们的第二轮的新攻略资格赛。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